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永兴。大姐也知道呢，就是我去参加了 Selangor Badminton Asia Team Championship 2022，然后呢，它就是一个召集所有 Asia country 的国家来参加比赛。今天是星期六嘛，然后呢，我就打算来录一个 vlog 先，把这个蛮难得的一个机会来记住起来。Ticket，然后呢，我又有 working Saturday 啊，所以我早上那一场10点到2点的，我只有在 after 1点做工过后呢，我才可以过去看。但是呢，下午4点到8点的，我就可以去看。By the way，今天呢是 semi final，然后呢是半决赛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是 Malaysia 对韩国。然后我现在先去冲凉，然后吃早餐，先去打工人，过后我就可以去看比赛了。我们下见。下班了1点05分的时候下班，因为女子组的比赛在早上上半场都已经比完了，我就没办法看嘛。然后呢，我只可以看就是男子组4点的比赛，所以呢，我就先去吃午餐先。吃完午餐过后就3点左右这样子，我就走去对面。我忘了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明天决赛的票。我已经抢到啦！早上的上半场朋友帮我抢到了，然后呢下半场也抢到了，很幸运呢。那个呢就是比赛现场，然后前面这四个应该是 crew 吧，我看到他们带那个 crew 的牌子。Ya, setiap resident tu. Oh, setiap resident. Ah, setiap resident. So, bukan setiap anggota apa, setiap resident. Congratulations to you, all the best.
Oh!
就在门口要接他们出来。决赛结束了，然后呢，马来西亚就是直落三局进入亚洲杯的决赛，然后呢，蛮好看的，蛮期待的。然后呢，其实，在那场比赛中也认识了蛮有趣的 crew， 然后 crew 就送我这件，当主办方的衣服，就是非常的 Malaysian 的 style 的一个主办方的衣服。今天早上是女单的比赛，然后虽然 Malaysia 没有在那个 list 里面，但是还是会去看，去支持一下别的国家的女双，看一下他们的比赛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场啦。所以我就冲凉一下，然后就去睡觉啦，晚安，明天见。